大家好，我是 Alisa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橘子汽水款式。那首先我们刷上底胶，照灯30秒。打底的部分呢，我选择白色甲油胶给它均匀的打底，照灯30秒。接下来整甲均匀的涂抹第二遍的白色，照灯30秒。下面我会选取橘色的甲油胶，有规律的在甲面上画出圆形。我们在取胶的时候，量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再慢慢的推开它的形状。这下面的这个圆点，我们要跟中间的这一个相对齐。斜对角的部分，我们也画一个。我们在画橘子的时候，只要上下距离一致，左右分布均匀就可以了。叶子的部分，我们选择百搭的深棕色去做彩绘。画叶子的时候，我们延伸出来的线条可以稍微有一点曲线。先画好叶子的轮廓，然后再往里面填颜色。照灯30秒，最后刷上封层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别忘记在视频下方交作业哦。